这就是春天的味道，这就是啊，秋。你们要干嘛？好了。彼得，我也要。比格比，你们没有打喷嚏，不用。好吧。预备，开始。咯噔，喵！比速度，本喵没输过呢。伪军饮血，不得擅自离开步行桥。我们不玩了还不行吗？玩？这是严肃的防护措施，请你们认真对待。防护？为了预防病毒传播，公共场合咳嗽、打喷嚏的人都要穿防护装备。据分析，凯奇只是花粉过敏，并没有感冒哦。而且只要佩戴口罩，也能达到防护效果。口罩？什么东西？难道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？果然又是柠檬博士搞的鬼。出动！快回去！不好，防护用具被破坏，大家快捂住口鼻。赶紧溜了。是。可莉，皮克，我的花漂亮吗？漂亮。要是能离我远点的话，就更漂亮了。好吧。这次的关键时刻是1895年，德国的病理学家莱德奇发明了口罩。根据资料，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说话、咳嗽或打喷嚏产生的飞沫来传播，而莱德奇发明的口罩能够有效地阻挡飞沫。怪不得口罩消失之后，大家对打喷嚏那么敏感，原来是为了预防疾病传播呀。是的，他还启发了后人研制具有防尘、防毒等多种功能的口罩，是人类必不可少的防护用具。你们的任务就是帮助莱德奇推广口罩。好，出发吧。是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根据资料，莱德奇要到德国医学会进行推广，这里是必经之路，蒙查查百分百会出手。快去看看。别跑。我的口罩。肃清大轰炸，不可以。柠檬大胜利，本喵没说错吧？幻柠檬100%会在这里搞事情。现在不是没说错的时候啊。我要向医学会会长推广口罩，绝不能迟到。不准不准，柠檬虽闯得体。
通天万能布。用没用？神经猫艾尔，你们护送来的齐先生去医学会，这里交给我们。通天火线拳，凡人走开。火力太猛，先撤退。怎么突然没动静了？什么？收拾两个，接下来轮到你们，快跑！乖乖打针！百变重锤，我敲！逆转光枪！没想到吧，本喵还能动。不，先来皮猫。闪电猫。通天万能布。开心，嘟嘟，你们总算来了。嘟嘟，嘟嘟，呀！当时的情况太危险了，全靠我和嘟嘟英明神武，临危不惧。说人话就是钻垃圾桶。坏女猫，本喵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火箭拳连续发射。闪电猫上。冬天金刚拳结束了，喵喵重拳来了，快根据分析，蒙查上的胶囊炸弹含有肌肉硬化剂。没错，会导致肌肉硬化而无法行动。停止！不行，再不走就迟到了。来得及，先生。先管好自己吧，乖乖吃药。请放心，我是机器人，不会硬化。泰山压顶。落点计算错误。好玩，再来。可这可比这不好，被包围了。只要准时到达医学会，我发明的口罩就可以拯救更多的人。不对，如果连帮助我的人都救不了，发明再成功又有什么意义？猫先生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
要撑不住了吗？金刚不会妙战。中了肌肉硬化器的闪电猫竟然可以抵挡针头的攻击。什么等等，快快出呀。不好，来得及先生，这些雾很危险。啊，这是哦，所有人都被硬化喽，任务大成功才怪。铜钱火箭拳齐去爆发。啊，这是讨厌。齐去特工任务成功。是大年三十，在外忙碌的市民纷纷选择用 VR 技术和家人一起团年饭。多亏这项新技术，即使身处各地，大家也能实现全家人坐在一起团圆的心愿。新年好，干杯！哼，尽会发明些没用的。蒙超超哪儿去了？宝谢师，我回来啦！哼，竟敢给我偷懒！没有。大年吃汤圆，团团又圆圆，所以我去买了好多不同味道的糖果。够了，谁让你整这些没用的，赶紧给我出动。团团圆圆是靠这种东西的吗？靠的是我的智慧。奇了怪怪，空溜溜的没东东，这该怎么能出去呢？什么东西？别过来！救命！团团圆圆。还有这个。好，年年有余。还有还有。这是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福星高照，财源广进。闪电猫，我们准备年夜饭呢，你拿这么多零食干嘛呀？本喵可是替青青买的。嘟嘟嘟，那还有假，青青馋嘴，本喵清楚得很。可早上青青才说胖了八斤，要减肥呢。不可能。一连消失，全都消失了。齐去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出动吧。青青，我已经锁定时空起点发生源，这次被扰乱的时间点和春节的起源有关。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，有着各种习俗，而这些都跟当时一个传说有关。根据资料，这个传说是关于古人对抗一只被叫做年的怪兽。啊，这我知道，好像放鞭炮什么的，就是当时用来吓跑怪兽的。咕哔，嘟咕哔。还怪什么兽呢？根据以往剧情，这年兽妥妥又是外星人了。的确有这可能，关于这方面的记录非常少，只有靠你们亲自见证了。走吧，时间飞船。博士，这才多久你就回来了？我才刚说不要偷。这什么鬼？这就是年兽啊。传说中的年兽是个小不点儿啊。不对，你带他回来干嘛？年兽不在，特工队还解决什么呢？主意不错呀，数据收集很顺利。不行。乖，原谅我。外表卖萌，其实麻烦得很。博士养过年兽？
我是说，没事，先让他在这儿待着吧。小心！这里就是年兽出现的村庄，好安静啊！怪兽，休想过去！等等，我们不是怪兽。啊！你们想哪有这么帅的怪兽呀？啊！猫会说话，是妖怪啊！咕比咕比嘟，还有八爪鱼妖精。这越描越黑了。根据分析，我们该用接地气的方法介绍自己。明白。各位乡亲父老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我要为大家隆重介绍，这是二郎神养的哮天猫，这位是东海龙王的外甥女嘟嘟三公主。龙王跟章鱼是亲戚关系，哮天猫那狗上哪儿去了？反正我们是来帮忙对付怪兽的。怪兽！对，就是怪兽。那它在哪儿呢？别跑啊！我们天兵天将下来一趟不容易。萌叉叉，快把小捣蛋鬼给我挪开！好嘞。看来是饿了，给他整点吃的吧。马上，好吃的来了。喂，吃这个有营养。哎，就爱吃这些零食。过几天胖了又说要减。咋回事？难道？嘟嘟嘟嘟嘟！啊，你在老家附近见过这样的？果然又是外星生物。老乡见老乡，有事好商量。去吧，嘟嘟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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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什么？我们的目的是让春节传说形成，也就是说要帮村民赶跑年兽。到了，不能让他进村。通天万能布。这么看，传说中的年兽是他呀？难道这是你的家人？我懂了，那大家伙发现孩子丢了，就发了狂一样去找。特工队以为他要去破坏村子，所以就跟他对上了。呀呼！好耶！特工队这下输定了。所以我就说，这小家伙麻烦得很。成功了，嘿嘿，这下动不了了吧？
怎么回事？根据分析，大年兽找不到乱跑的小年兽，着急过头变成了狂怒形态，才让村民们误以为怪物要袭击村子。闹了半天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！真是的，这次故事告诉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家的熊孩子。请问，那怪兽被赶跑了吗？对，年兽已经被赶跑了。原来那叫年兽啊！原来如此。是那一大串喷火的东西把年兽赶走了，以后我们不用怕了。不对，搞错了，喵。嘘。年兽的传说就是这么来的。提取特工，让路兵工。嘿，报告，小年兽送走了。时空数据也收集完成了。可为啥要送回去呢？让大年兽把贝比奇他们收拾掉不香吗？哎，父母的心情你不会懂的。博士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特工队如果被年兽打败，那我这聪明智慧不就被年兽比下去了吗？哦，捣乱捣乱还是自己来才爽。你收拾一下地方。对了，我饿了，把汤圆煮了吧。汤圆？吃汤圆。过年就应该团团圆圆的。啾啾，你怎么还没来？菜都快被闪电猫吃光了。我胡说，明明你吃的最多。哪有，你才吃的多。不可能，我喵减肥呢。好了好了，我马上就来了。最近不少市民发现奇趣探员陆续集合，据相关人士透露，这是因为是还是被发现了吗？距离时间标尺的完成还差10%，你进度太慢了，萌查查。这最新的电影2009真好看，还看漫画，赶紧给我出刀。等，书呆，我这就去搞事情。不止搞事情，从今天起你要狠狠搞破坏。可是听着，就算对过去造成再大破坏，我也要加快收集数据，任何关键时刻都没有我的那一天重要，听懂了吗？知道不？那就给我去搞事情。是，马大官。哇，老板，别急，漫画还没到呢。哇，这才凌晨5点，为了买漫画至于吗？当然有，今天可是超级豹女的大结局。根据资料，这是超级豹女第18次宣布结局。不，这次肯定是真的，所以我绝对要第一时间看到。快看，来了来了，我的漫画。好，超级豹女第300回开奖。原文再续，书接上回。话说豹女的好伙伴伊兹遭到黑暗力量的感染，即将变成怪物一虫。伊兹说，豹女动手。只听话音刚落，轰隆咕噜，黑暗力量暴增，伊兹痛苦另一边，豹女强忍悲痛，捏紧拳头，高高跳起，哗，只听哗啦啦呼噜噜，滋啦滋啦，雷光加电，一记奇石踢去，顿时停停停，我要的是漫画，你干嘛在这说书啊？漫画那是什么？大结局我一定要第一个听到。不，一个听到的是我。这也太奇怪了吧。很正常啊，粉丝都想第一个听到大结局嘛，你们要是不急，等他们抢完再听嘛。这难道说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？果然是柠檬博士，出动吧，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
关。1832年，法兰西画家杜米埃发表了一篇批评权贵的漫画《高康大》。根据资料，正因为这册漫画的发表，法兰西的人民才会团结在了一起。对，从此漫画受到大家的喜爱，发展出科幻、冒险、推理、运动等等各种题材。懂了，总之本喵的任务就是保证杜大叔的漫画顺利发表。走吧，赶紧解决，我还等着超级豹女的大结局呢。啊，可超级豹女在未来也还在连载哦。什么？我脆弱的心灵受到了伤害。好了，喵，总之先出发吧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把高更大给我。不，克罗，我不能给。要是这漫画发表，你一定会坐牢的。杜米埃，我们只是画家，用漫画讽刺公爵，你在想什么？不，正因为我是画家，我才要把它画出来。这样你会坐牢的。哼，要是我的漫画能让大家看到法兰西的未来，我乐意至极。可我不想没了你这朋友。拿来，住手。别啊。哦耶！漫画到手。柠檬，跟上森林。要破坏喽！我的漫画。静静，要漫画，给你漫画光剑。快跑！怎么回事？不会吧？放我出去！喂，快放我出去啊！克罗！哎，别管我，赶紧逃！没用，没用！大家刚刚被那个柠檬怪给变成漫画了。什么？嘟嘟，把漫画捡起来保护好。可的不急，生气当比笨笨。小心！逆转光枪，打不着，打不着。通天火箭拳，阿朵，回来吧，漫画。这些都是漫画用来表达内心的对白框。对白被抢了。一只怪东西，展开。哎，看招！快，接我一边去！嘿，能怎么样子？百变重锤！我要在75度角变出艾尔象攻击。我敲！嘿嘿，听到了，阿朵，钢笔炮弹。警告，对白光辉，读取我们的想法并说出来。就像这样，既然这样，嘟嘟上，可别的。
毕竟他不会说人话，就算被读出来应该也没关系。喂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别的别搞的，多多误会啊。可别的，把旁边的木箱丢过去。别的什么？这还带翻译的。别的可别的，轻松躲开的。给你漫画包耶。啊，多多，可的别搞的。哼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光继追踪。喂，坏柠檬，追不上了吧？追不上才怪呢。看本喵从右边来个飞踢，收到，这边高级炮弹，通天万能步，飞鹰战车出动，高级炮弹，不会吧？机器没用的，你们输定了。反弹碰巧，有了闪电猫，在坏柠檬周围连环发射能量箭头。快起，你这不暴露了吗？放心，没关系。上，好吧，逆转光枪。小笨鸟全都打偏了。通天金刚拳，正面发射。对，就是正面。没用没用，是吗？捡反弹去哪？连我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可能看穿？嘿，机会来了！没错，通天火箭拳，齐聚爆发！讨厌！轻轻松松，我们立功！谢谢你们，冬眠。克罗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长夜之中总要有人燃起一盏灯，我希望我的漫画可以成为那一盏灯，为此我义无反顾。奇趣特工任务成功。就差那么一点，我一定要回到那一天。